为着更加侪人来熟悉桂林，区公所伫区长的带领之下，透过多元的方式来做营销，已经推出了结合当地特色的主题曲，同时准备由区长魏文贵来献唱。未来各项活动现场也会播送歌曲，希望更加侪人斗阵营销桂林的美好。现在快速发展的桂林地区，区公所为了让更加侪人会使熟悉当地文化甲美食等特色，区长持续透过多元的方式来营销。过去美食营销也发挥真大的效益。现在也推出充满在地特色的主题曲，用不同的方式来让大家熟悉桂林。高铁带动桂林好将来，啊，做伙来，暖暖山仑站出名，食甲讲让人知。早市料理吃看卖，下晡市闹热情澎湃，桂林都市上界厉害。这条歌除了内容结合桂林在地特色，其实区长也共同献唱。当时歌曲的创作者甲 MV 的制作，拢是甲桂林有关系的在地人士。伊来透过这首歌，予更加侪人会使熟悉桂林。歌词呢，除了里面融入我们桂林相当多的文化景点特色以外呢，咱的词曲作家就是嘛是咱在地桂林人吼，台湾阿典老师 MV 的剪辑。也是咱在地刘芳吉的导演吼，那当然，主唱的部分呢，由我古调家己，台南台湾阿典吼，我们阿典老师两个合唱，会使讲这条歌主头高尾所有的元素都是我们桂林人啊所去创作出来的吼啊，所以其实包括歌词，其实包括意境，其实包括所有相关的人士，拢是伫咱桂林啊，所以我们希望啊这首歌。做出来出品之后，能够让大家广而传唱，让全国的人都知道我们桂林啊，甚至能够去行销到世界每个地方。现在已经会使伫网络来看到这首歌，区长强调未来各项的活动也会使用这条歌来传达桂林的美好。伊则阁呼吁桂林区采用不得。